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星期五，然后是 Easter break 的第一天。我昨天没有跟大家说，其实我昨天讲了一个真言，今天要跟我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们去 Easter show， 就是雪梨有一个很大的复活节的活动，有点像是一个嘉年华之类的。这就是今天的行程。然后今天因为是 public holiday， 所以很多店都没开，不然就是会很贵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吃完午餐的时候再集合出发。今天的午餐是吃我们昨天买的希腊卷饼，因为我的冰箱没有买什么菜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就买一买，今天中午吃好了，搭配一杯美式。要出门准备去 Easter show，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太阳很大，但是我怕会很冷或者会玩什么东西，所以我穿长裤，带了一件很保暖的外套，没错。然后这就是我的 OTD， 还有我戴一个帽子在包包里面。